我们的念歌馆是叫林田安念歌馆，是林田安老师是这一位。嗨。那么我们的乐团叫做台湾微笑乐团，也叫做微笑念歌团 ，VVR 笑念歌团啦吼 ，VVR 笑笑 VV， 有听有关系，无听你也困未起。说台语都听得懂吗？讲台语听有无？讲台语听有无？看到我现在啦，不好意思哦，昨天有来看表演吗？举一下手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哈，在座的昨天都没有来看了哈，所以我今天就唱跟昨天一样的就好了，比较没压力。开玩笑了，旁边有人在抗议说怎么可以这样？大家知道台湾的念歌不？我们是台湾的说唱艺术，叫做念歌。那当然是用台语，边念边唱，看样子大家不知道哈。那我们就跟随便讲啦。我们就跟昨天一样，先唱一个巴拉一点的，大家一定听过。啊，对了，昨天忘记跟大家介绍，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乐器吗？你那个比较难。这个呢？这个知道是什么乐器吗？乐琴，很好。乐琴。等一下跟主持人领奖品了。这个呢？二胡，唔对；三胡，嘛唔对；六胡，嘛唔对。这是台湾的弦啊啦吼。所以呢，有没有人知道台湾的？不知道哦。它叫做大弓弦，哦，这个汤啊，它大汤啦，所以它叫大弓弦。嗯。那么我们写中文就写大小的大，那个广播的广，大广弦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一支开始要 feedback， 这一支我讲话这一支，高频要稍微衰浅一点，不好意思。这样子大弓弦啊，这伫台湾，甲月琴安尼一组，就是台湾的说唱艺术念歌咧用的乐器。那伫台湾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啊，但是大家拢较唔知啊。到底念歌是咧念啥？台语哪念就哪唱啊，先唱一个大家一定捌听过，互恁下做回忆一下。就端正，好死老婆是人老命的，世界的情理，听得懂吗？就千千讲几年的中间哦，就变迁啦，那会当改恶来从善。一日无事是小神仙啊！谢谢大家，可以拍手了。我刚唱的都是一句七个字啊，最后一个字要押韵这样了哈。昨天有大概介绍两三个曲调，那么台湾的念歌在台湾三百多年，然后走到今天。已经要断掉了。哦。去年台湾还有五个老艺人可以边弹边唱，那当然我们只是学生啊。台湾这样子边弹边唱的戏总共有10000多个戏，每一个戏都差不多可以大戏都可以唱一个礼拜，每天晚上唱。然后呢，到今年过完年，剩下4个国宝艺人。那我们的老师，那边有一些有声书，我们有帮他做整理。那当然有很多因素，社会形态的变迁，大家对娱乐的这个接受度，对传统的东西的接受度的改变，当然都会影响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慢慢比较不会使用台语了。所以呢，老的段子我们尽量不要唱太多，唱一些新的段子，以免有一些单字大家听不懂。那啊，听雷，听无嘛无好啦吼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小段，也是新编的。梁山伯祝英台知道吗？三票英台的故事知啦吼。
我现在开始用台语跟大家介绍 ，OK 吗？可以了哈，三撇应该够熟在了哈。三撇有一个，还叫书童，叫做什么名？有人知道吗？梁山伯的书童叫做什么名字？哇，不知道。数九啦，四九啦。四九啊。那么祝英台呢？祝英台有一个杂干，叫做女仆啦哈，叫做什么名字？迎新。迎新跟四九啦，哈。迎新四九啊。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听多了，我们唱一唱他们这个帮佣两个人私底下发展出来的故事，好吧？这下这下。三撇白相思，英台白相思，这拢听过了吼。我今日来甲大家念一个，叫做《数九白相思》。哦，在开始之前，大家可以先拍手。哎，从哪里呢？从迎新拿了祝英台要给梁山伯的书信，要送去梁山伯他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问一下大家，刚刚讲台语听靠无晓，听有啦吼。因为我一直用中文这样翻译，我就还蛮辛苦的。可是没办法，大环境是这样。如果真的听不懂的时候，我们举一下手，那我再把那个单字再翻译一下，要不然你们故事情节会断掉，好不好？安尼对。我们四九的台语是数九。好、哦。迎新的台语是迎新，好、哦，迎新，两个主角哈、哦。OK。大家好，我就是迎新啦。哦。啊，碰到阮阿娘的命令，我即马要送一张的批信去武州城，给阮迄个娘家人。哎，小姐交代我，就要快去快回。啊，我要来去咯！一山过了又一岭，碰着命令赶紧行，行到脚底烧热疼，赶紧来去武州城。啊呦，安尼行到安尼脚有够酸，有够疼。欸，我吼头拄有甲人问着，人讲头前就是迄武州。武州的迄娘家庄啊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我吼、哦、来去家敲门看卖，看阮厝舅哥啊有伫厝内无？我为你殷勤，间奏的时候就是拍手的时候。东边，我面色是一日，一日青。又到了间奏的时候。这个曲调叫做七字调，这个要调。那无小妹啊，甲我来相见，我这条的性命，该记严君啊！哎，阿心的，你敢知呀？自从你我来分开，我的心肝亲像占得位。那么阿心的，你赶紧来到位，我这条性命恐惊的阴间归。这个说唱艺术好难哦，都要押韵呢。啊，我还记着这歌句哎，好辛苦哦。哎，不是台湾传统的曲调才可以唱哦，我来唱一个。日本歌好不好？有一首老歌叫做《中国之夜》，日文叫做《Jina no Yomu》，赶快用台湾的四句连唱哦。
心看我的人心啊，心看我的人心啊，将久无看你的面，我头壳用马乌暗心，脚酸手软，惊袂出房门。呀呀呀寒，我为你哭甲目屎满袂干。啊，心肝我的人心啊！谢谢大家。对啦，来到这个庙家，我来给开门看卖啊。有人在找吗？哎、欸，有舅哥。刚才听到阮阿心的声嘞，敢有可能阿心因住伫遐远的所在？一定是隔壁的囡仔在甲我创治，无人伫的啦。奇怪，那无人应门。有舅哥，紧出来啊！我来了。哎呦，听嘞，刚才是阮阿心的声嘞。哎、欸，凡是阿心来看我，赶紧的，我来甲开门看麦。哦，你甲看。还叫这么久吼、哦，啊明明内底有人影，奈拢无人出来。无要紧，我来家闭起来，甲吓惊一下哦。嗯、来，我看麦。阿心诶，哎，无，哎呦，阿心诶，啊，真正无，我一定失去了绿川市集，才会人甲我创敌去啊！哎呦，实在冤枉。嘿，树叫哥，你看我是啥人？哎呦，阿心诶，真正是你哦。哎，对啊。你来看我哟。无啦，看你要创啥？那不是看我，无你来创啥？我是来找你牛肝人。啊，我牛肝人哦，唉。要无伊是安怎？我牛肝人吼、哦，自回来了后，伊就往伫咧房间内，伫遐咧白上字啦。白上字是啥？唔是啦，伊伫遐白相思啦。哦，白相思哦。对啦。啊，那破病啊，是不是？对啦。你有该叫先生来吃药啊吧？不是叫先生来吃药啊啦，是叫先生来开药啊啦啊！少年人台语拢袂晓讲。啊有无啦？啊，叫先生我嘛知啊，但是你看阮家的环境遐歹，阮官人含迄个健保卡嘛无，要安怎看病？啊，健保卡去甲办一下就好啊。哎呀，阮都无可靠啊。对，我知。我吼小姐，另外佫交代300纽银，你吼赚这钱，家去甲健保卡办落，再佫讲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我带你来内底，你甲阮官人讲好无？唔免啦，阮小姐交代我，就要快去快回。快，我要来去哦。真是要安尼走啊？哎呦，我输酒接钱，无见人。心要转，我心内是愈苍苍。嘿，阿心要真实安尼，我头要做伊走啦。我即摆吼，我只好揢一张被，赶紧揢被是入后房啊。谢谢大家。有一小段乱唱啦吼。我们考虑到，就是大家现在对台语的吸收能力，然后了解能力有限，我们唱一小段老的段子好不好？我们刚好有出有声书，这个故事叫做谢谢，这故事叫做《暗棍心猴行》，知道什么是暗棍吗？巡案大人，好、哦，巡案大人，有一个男的被他老婆害死，那这个男的就觉得很冤枉，然后呢有冤屈，然后他就化成一群的苍蝇，然后等待巡案大人来的时候，然后去骚扰巡案大人，然后巡案大人就觉得说啊这个地方有冤屈，然后我们他就开始来办案，然后就查这个冤情，这个案件就开始展开啊。这个故事叫做《暗棍心猴行》，在90年前。我们的
我们的老师开始学这个戏，然后常常在唱，在民间一个一个地方传唱。那现在，前几年我们把它做成有声书，我们唱其中一小段，好、哦，啊、所以介绍故事，我要开始用台语介绍哈。这个故事男主角叫赵连科，我哈、哦，我姓赵哈，啊，叫赵连科啊。我是孙秀英，孙秀英，女主角孙秀英，女主角就是跟男主角害死迄个啦，我等下要去害死啦吼，安尼。咱对当时开始讲呢，对这个娶某回来啦吼，娶某较早娶某门口定办桌，爱真闹热啦吼，啊大家来食饭啦，啊烧酒啉差不多了，爱送客回去安尼。咱对大家这个食饱啉饱了后，啊送人客回去。暗时，阮两个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开始来做好无？我是赵连科啦吼，连科来送伊，众人等不及日头时，落西远啊！我入来房间是衫着烫，烫好赶紧着。上眠床啊，上眠床要创啥？哎，记伫遮困，无偌久，秀英抓话问丈夫。你安尼就敢若想读书，啊，拢无爱甲我做伴，啊，到底是为虾米呢？哎呦，连客俩话应秀英，为夫读书是为功名。等我的功名若得成，希望我的功名会得成，有一天我会当做官为朝廷。莫喏，你莫读嘛，通甲我做伴。人我也无打家官，安尼两个坐点出来通相看。免得予我来走孤单。嗨，我祖先代代有过做伊，甲我连客那汤匙，我一无啊。嘿，我逐天读册是望户口呢，希望我有一天会使做官为雕哥。做官是要创啥呐？啊，你莫通甲我做阵。咱是初夜才来结婚的，成亲。我讲话，你就爱相信。我甲你讲啦，做官卡输你做机器人。哦，做官卡输做机器人，机器人敢毋是举人吗？难道你是说我不举吗？嘿，查某人你是捌半行，做官名声毋才会芳。哼。虽然我家伙当是当，不过我跟你讲咧，这个基因较亲像是普通人啊。又唔过，昨暗你才共娶来，我四界亲疏拢唔知，啊无你嘛暗来我厝内底较熟悉，迄当阵吼，随在你去行当啊往西。哦，是安尼哦，这你放心，厝内我有请你比，若要创啥你才叫伊，我跟你讲哦。风流超过是无趣味，你放心啦，咱翁某恩爱是应有时。燕哥初夜结婚，头一暗日，你着要甲人离开是啥人甘？孤孤单一个人是真冷淡，无人来甲我拍笑谈。你爱陪我啦，我要安怎陪你？我爱读书啦，嘿，卖胡白乱。哎呀，现车你着听我的嘴，翁某将车徛分开，但我做官有地位。小水，你讲唔晓就太晓，你讲你读书有较对，哦、我知影啦，你就是无气惊了，予人笑，你惊你的同学
惊你的书友甲你叫。嘿，要安怎？我吼，就是安尼无啥货。啥人唔捌我赵连科？我若无读书点遮济吼，恐惊落遮朋友的嘴唇皮。嘿嘿，即摆过日连科教书房，迄书友吼，伊个同学都甲笑甲几百工。喂，啊老赵的啊？安怎样？哦，啊你遮早娶某吼，啊是真歹胖呢。你敢唔惊你的性命去过公坑？哦，性命不保哦。嘿，那有啥物过公坑无迄款代志？哼，我甲伊讲吼，我是哥哥结婚头一暝，干那迄暗尔啦，你唔通看我安尼哦，我安尼目一个呢，我已经甲阮某娶来规半年啊，我逐工暗嘛拢在看册读书。哎呦，实在是吼，人讲吼。乌干那地导游叫做啥？安怎讲啊？乌干那地导游。哦。吼吼吼！你迄猫仔的鼻，佮堪咪去拍鱼布。你是咧讲啥？哦，佮伊带来营营，佮那困空铺。你唔惊吼？今晚你会有事故。有事故？有甚物事故？我佮你讲，死狗你着三二土。三二土，这是安怎讲？啊，着土土土。哎呦！谢谢大家。这个是《暗君新侯行》其中一小段。这个老婆哈，孙秀英后来就是因为谋财，所以跟他的小王一起把这个赵连科给害死了。然后赵连科，越想越不甘愿，化成一群的苍蝇，然后去找暗君去复仇，就是这样的故事。没有，其实我被害死之前是有发生一件事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就是他跟小王吼，趁我在外面读书的时候，他们在家里干嘛？哒哒当哒当，然后被我看到了。最后我原谅他，可是他们恼羞成怒，后来就想办法把我害死。是安尼啦吼，我们在时间会使的未吼？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吼，来，我们不能免俗，来跟大家唱一个这个。结束的送客 的歌了哈，不能重复了。我是到这伊，我暂停，我祝福恁大家安怎？趁钱那亲像王永庆，好无？财产卡侪过大名，好无？佫祝予咱清创市集加所有的单位，予恁趁钱拢趁袂停。哦，袂歹哦。念歌到这，趁钱。我因为我没有准备啦吼，昨天、今天我们每天都要唱不一样的。那么以前的说唱就是这样子，边说边唱边。想到什么呢就要编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一定要编戏故人跟阿文啊，所以这个有一个难度哈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那歌赞哈这样的念歌表演，念歌艺人以前有一种职业叫做是两卦该晨曦不卦，就是卜卦哦，他在这边乐琴的下面这边绑了一个袋子。袋子里面有很多的签丝，一根一根的签，然后每一根签抽出来都有一个故事，然后抽到的那个故事，他就唱故事给你听，故事唱好完，然后呢，看你要问什么，问爱情啊、事业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给你解签丝，哦，以前就是这样，其中一个。那另外的话，还有就是两瓜要做什么，楚老师。故事唱到紧张刺激的时候，先暂停一下。刚胸好不起嘞，我油啊啦！这个可能我们后面的大哥大姐可能以前有看过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今天不是要来卖油啊啦，今天是给大家介绍一个五六一个啦，啊，台湾的念歌呢。但是阮遐嘛正经有放一挂这个喉糖之类啦吼，那有兴趣来，我叫较早卖油啊呢来念给恁听，听看麦，吼，来哦。来唱一个结束的吼。那谁拜？买，名家，来啊！
念歌的表演，先到这，我祝福恁大家吼，来听歌的学生啊，回去考试的中头名。那博教兄来听嘞，回去，互恁达张赢。哎呦，老人回去，老勇惊。哦。那来听歌哦，迄个趁食查某吼，大有客兄。哎呦，这我袂讲啦。等下恁若要来阮遐参观吼，恁则慢慢啊行。多谢大家。谢谢。